他读学都没这么快。那我是雨婷，对。然后三分进度太好了，这个总他都会把我放大放很大。经过今天大家努力的投票跟整理资料，我们已经选出了前八名，前八名。但其实我发现投票一直改变，现在变前九名了，那就有点尴尬。我们可能会暂定前八名，然后资讯他们都有了，然后中英文的文件也有，所以还差英文的我再补。然后可能大家可以帮忙就是 hashtag 再补一下，然后如果有发现什么错的也慢慢校正，然后。感谢子龙跳坑设计，还有他刚才有个谁有帮忙编辑，有点忘记了哈 ，S 开头的，感谢你。然后我们用了什么方式？让我看一下，这里，我们找到了一个可以让设计师与工程师协作的平台，叫做 Google 的简报，对。然后呢，这是一个 A4 size， 所以这是 A4 的正面，这是 A4 的背面。然后呢，我们就开始编辑封面要什么，封底要什么，然后中案有什么，里面有什么讯息。但我相信，我这样打一打，依照个人的设计师理解力，应该到时候就变成一个很漂亮的 A4 纸了。对，好，谢谢。就下礼拜要带。